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《头脑眼大设计》。在我国，省会城市往往是一省的代表，他们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不管是经济、政治、文化还是教育，省会都会相对来说突出一些。不过凡事也没有绝对，就有那么几个非省会的城市，综合发展比省会还好，比如广东深圳、山东青岛。而提起福建省，大家应该都会想起厦门市和福建的省会福州。但其实在福建省还有这么一座城市， GDP 连续21年福建第一，有望跻身新一线城市，这座城市就是泉州市。相比厦门名气不算大，但在2019年时，泉州的 GDP 达到9946.66亿元，同比增长7.6%，增速排名全国第五，在省内超越了厦门和福州，比重已经拔得头筹，并且更是超越了济南、西安以及合肥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会城，成功跻身全国20强，排在第18名。泉州的历史十分悠久，历来就有经商的传统。在宋元时期，泉州一度是历史第一大港，它北承福州，南接厦门，东望台湾岛，让泉州在地理位置上的潜力无限。再加上泉州市区内本身的交通就非常便利，这是一座城市是否有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此外，泉州这座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强，泉州著名景点有开元寺、抚文庙、清净寺、天后宫、青云山、草庵、清水岩等，是我国的园林城市和我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，被联合国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。在现在看来，泉州还属于二线城市行列，但是在这种持续增长的经济之后，泉州 GDP 有望破1万亿元，有望跻身于新一线城市行列。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。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